Figa! Figa!一做鬼脸儿。八个头上了。噼噼啪，噼噼啪。说呀，姨。回家叫妈妈。叫妈妈。噼噼啪，噼噼啪，大家。妈妈，小白兔，白又白，快点，叫妈妈。下来行不行啊？从这边去啊。自己下来。自己下来。慢点。好的，真棒。慢慢的啊。慢慢的哥哥。你跳舞，鸟屁屁，鸟屁屁，鸟屁屁，鸟。玩球啊！妈咪拿球啊！接下来登上舞台的是刘月和豪格，一起演唱《寂寞先生》。球球呢？找找球球在哪儿呢？哎，那个里面，有看爸爸，没必要，你让他自己玩。顶球，他是往后扎扎。他顶球，顶球。哎呀呀呀呀呀！
哎呀！小乔，那个妈妈扔过来，你等会啊。妈妈，去那边。来扔球，来妈坐那，你离远点，等会儿。哎，等会儿，你别动。好，行。离再远点，给妈扔球。来扔，接球，你先接球。哎呀！小歪歪。说吗？中国好声音啊，中国杀猪会的嘛。